应该是这样。如果你走的是大圣的话，那个据说，如果读过县官的话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是自良道上品哈，你就可以有会有很多佛化佛化佛的化身，直接对你开示，你可以直接从佛的化身那边学佛学法。那如果你学没有的话，应该就不是的，不是应该就不是，应该就没有上去嘛。这是县官的讲法哦，那个叫做什么三摩地啊？我现在忘了他名字，他有个名字。可能要想，我太久没看，不晓得。中官那个县官是算中官，他没有去分秩序或应承，然后因为一般都是看民意事，那民意事属于余且行中官秩序，是因为解释者的关系，但是弥勒本身并没有去分秩序还是应承，他没有做这样的区分，嘿，所以他基本上还是算中官的啦。什么？就讲，我知道，我县官也没有学完。请问他怎么知道说来跟他教法是正的？对对，这也是个问题啊，这也是个问题，这没有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问题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所以其实很多我要说的很多问题就是这样，你有很多，我们现在想会发现，你越想，你可能了解某个道理，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疑问，很多情况是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差在。我们只有做文师没有修的关系啊，可能是这样，我不晓得。因为你会发现哦，很多道理好像你现在讲通了，过几天就觉得问题一大堆，因为可能更多疑问跑出来了。你如果在想的话，那他后面会讲，在越。不会啊，后面他的解释很清楚啊。我觉得他后面的解释就是说，你们看那个，你们先记一下第几记好了。快到了，就是我们43后面，对，43的根本记跟解释里面，他就有提啊。其实除了那个。应承讲的空性以外了，就是这是至少是月称的看法了。应承的空性以外的，其实都是方便说了，可以这样讲，都是不同引导友情的方式了。所以他讲阿赖耶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不了一说，不了一说。然后他有讲啊，他说若诸众生其尤其长夜习外道见，不能误入甚深法性，闻说法性甚深不畏。为我全无，我当断灭，便于佛教其显处想，就认为佛教很可怕，对，背弃正法的四大义利嘛，所以他最初会说阿赖耶识，也是一个，他要先接引外道进来，然后跟他说有一个实在的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一他起，就是一他起。类似的，可能说，比如说他有时候可能类似说，我们要开始。OK。他有一段类似，他说可能有点类似他们讲的大梵的概念，大梵的概念。可是他这个在后面，等一下。另外一段在95记的解释，95记，我不晓得你们 这本里面有没有95记，有哈。95记的解释就是佛说此事不了义，此非了义，理不成。如是形象诸于经，此教亦显不了义。然后，它里面有引那个解释密经嘛，他说，契经、楞伽经，他这个是楞伽经。有没有看到《解深密经》后面有另外有一个世尊于契经中说如来藏，有没有？
这个是楞伽经哦，这个不是解释密经。然后这里面呢，他有提到说，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大会，是故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神我。因为有时候 如来藏他也会用阿赖耶识的这个名称，所以阿赖耶识有很多很多情况会用阿赖耶识哦。有时候阿赖耶识是指第八识，有时候是指如来藏，那是不同经典的讲法。然后，但是他这里就要厘清说，不管讲什么都跟外道讲的神我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它的作用都是要先引进来再说，先引进来，然后但是引进来之后，先不讲空性，因为讲空性他没办法接受，他先用一个如来藏或者说阿赖耶识这样的东西先让他们接受，好像有个实在的东西在。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些外极外道讲的想法，对。那如来藏呢？如来藏是呢什么？我说他，那他，因为我反而听比较多的是，反对如来藏的更多的讲说，他比较像印度的那个梵天。所以他就说很像，但不是啊，在楞伽经讲就跟你讲，他不是啊。那这个就是要接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要接引这些喜外道见的人了、啊。那如果他们两个主张都是类似犯我的主张的话，请问那他们两个的差别是什么？有，他最后讲，这个在后面讲。46页也有提到。46记的自释最后一行有提到说，唯大自在是常，阿赖耶识是无常，是其差别，很类似，但是差别在一个常，一个无常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最后一句哦？大自在是常，阿赖耶识是无常，这是它的差别。所以他很明显的，他就是阿赖耶识这个这样的法呢，其实是要接引外道见的人进来，但是他其实要还是有些不一样，最终都是要引导到空性。佛说的法，直接辗转都要引导到空性，这是修持中篇很明确的讲的，而且不只是修持中篇，我们上次不是引那个阿含经吗？讲无常，其实也是要引导到无我嘛，好，都要引导到空性。这个概念是没有不会有问题的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。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是说，对变的时候，应成跟唯识在变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应成讲这样，唯识讲这样好像也有道理啊，你就很难体会说为什么这样可以破它这样可以。但是有自信，这个我也觉得应成是合理的。对，如果是实有的话，实有的话，每一刹那都接不起来啊。实际上确实如此啊，你不能把，你看见的就当真嘛。因为如果照应成的看法，就是凡夫看的都是错的啊。你不能把你看到的，就以为这个就是实相，那这样你就不用修了，你就是圣者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合理。但是，就是有外境，有事就一定要有外境。有则同有，这个不晓得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唯识好像讲的也蛮有道理的，但是不晓得哈。现在有些东西我会觉得应成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能不能破唯识，这个我还是打问号，不晓得，这个听听就好。好，底下呢，我们看那个底下。我们看要看一下藏文这一句的藏文。39记，我们读一下。扛切，攘行，
기태미가바대칠군시매경디누이칠어这个有个小句哈，拉拉的，雷嘎，云韵，云韵可以哈，伦雷江，伦雷江，遮布，杨达，中华的，日巴的基，日巴的基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就是扛切铁切的这个啊，片语先抓出来。扛切一般是翻因为。因为啊，也就是所以，其他的等一下再看好。哦，因为这个，所以这个哈，那让行体铁米钢把呢，这个就是以自信嘛，好，这个以自信的以就是爱恶，以自信的方式。好，那这个米是否定，不是不以自信的方式灭。好，那这个铁呢，在这里是指雷叶，笔叶哈，不以自信的方式灭，就是无自信灭，啊，伽马是灭。好，所以加上扛切，就是因为叶呢，非以自信灭啊。那这里读可能要这样读哈。这个否定跟攘心体要。一起读，不然的话很难读。因为以自信的不灭，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会变成以自信的不灭，这什么东西？以自信的不灭就是常啊，可是他明明要讲的是那个灭啊，所以这里变成要这里要先翻哦，不以自信的方式灭，不然的话你会翻不出来。你不能分开翻，以他，因为他。以自信的方式不灭，完全翻不出意思来，哦，所以这里的翻译要这两个要，而且这个要先翻，哦，我们排一下顺序啊，一是这个啊，因为 B 二不以自信灭，这是第六个啊，因为彼业不以自信灭，不是以自信的方式灭。因此，所以，根系没讲，即使没有阿赖耶哈，这个是根系是阿赖耶。好，这个就等于那个梵文的阿拉雅哈，阿拉阿拉雅。好，那有时候他会再加个 vijana 哈，就是多 number 写吧。所以如果写的完整是根系，如果只有这个部分呢，就只有相当于阿拉雅而已。那音译的话是翻阿赖耶。然后后面这个是相当于 vijana， 啊，这个要翻的话是翻四。哦，那有时候这个会翻成藏的哈，储藏的藏啊，藏室啊，意译的话是藏室，或者有时候念藏室。对的，一切所知一，色大圣论是翻一切所知一，一切所知就是一切法的所依啦。啊，这个是法，一切法的所依，依就是习嘛，一切的基础啊。但是这个名称是色大圣论这样翻的。无着的色大乘论，切所之一，就是阿赖耶。好，那这里讲的话是虽然但是哈 ，CP 二。好，因此即使没有阿赖耶呢，那迪努伊切勒，迪努伊切勒这里是省略太多了。哦，这里我这里如果要解释的话，应该是。可能要这样理解，就是让心给米嘎巴米嘎贝雷迪哈，
这个底就是指那个叶，指那个叶，不是叶，指那个无自性灭的那个叶。所以这里为什么跟铁不一样？如果他说只是指叶，就直接用铁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改成底？表示说它已经灭了，它是以无自性方式啊，就是以无自性方式灭的业。好，然后女它原本应该是助动词嘛，女是助动词，能够而已啊。它其实应该说能生果，以无自性灭的业呢，还能够生，这不给我了啊，我给我的生业。就说能生果啊，这个女是能，即使没有阿赖耶，这个已经这个以无自性方式灭的业呢，仍旧能够生果。好，要这样解。然后再一个其他表示，因此，喇喇的啊，某些人，喇喇就是某人了、啊、哈。比如说那个心经有扛喇喇嘛。就是日吉普啊，日吉普摩康喇喇，任何或者某一个，看到有没有？善男子或善女人嘛，啊，就是某某人哈，某某，他喇喇嘛，所以我们就某某。康喇喇对，然后这是触格哈，在某某身上，然后雷嘎云进轮雷江哈，哦，上面可以的哈，上面我把它擦掉。哦，在某些某人身上，某某哈，哦，那这个雷是叶，这里没问题。刚是灭，对，长期或者长久哈。轮是达到，达很长的时间。那重点应该是这个业，所以哈，等于后面呢就是已经灭了很久的啊，当 AST， 哦，修饰这个业。已经灭了很久的业，从这个已经灭了很久的业当中呢，啊，这个是重格，好，从，这个灭可能要当加个，它是过去哈，从已经灭了很久的一段时间的业当中呢，仍然哈这个有或者人呢、啊、哈，可能跟人。仍然会，这不，这个养大应该是养大吧，只是副词啦啊。其实重点是在这种，仍然会生出果报来，结果来。然后，养大吧就是相当于那个三，应该是三趴吧之类的哈。没有，应该不用特别翻了、啊。有什么正确升级？正确那个不用特别翻。所以因此当知哈，所以当知是整个当知这个受词，即把给就是当知，应当知道。好，那这个起呢怎么来的？这个起是助动词哦，这里的起就是应当的当哈，它是这个起的命令式的，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哈。但是我们分当知就好，因此当知。在某些人身上呢，或者某某人身上，从已灭、已经灭，而且达很长久时间的业当中呢，仍然会出生他的果报。
啊，有点类似的，像那个律里面不是这样讲说，什么因缘汇聚时果报，哎、欸，什么业业什么什么几百年啊，几百劫哦。对对对对，那他这里好像没有引哈，反正有点类似这样嘛，就是说他造了业，经过几百劫，他只要没有去对治呢，那个业总有一天会感果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好，所以大概这里是这样。又跑掉，过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他解释：从以灭业如何生果？哈，啊，这里其实应该是一个问号了，哈，不是逗号。未答此问，如有一类欲安立以灭业之功能故，哈。等于说，已经灭的业，它怎么这个功能就是感果的功能，生果的功能，之生果功能。好，所以有的宗派就会记阿赖耶，或记有的宗派就会记不施啊，其他的不施法，如同债券。啊，这个是比喻啊，如同债券的不施法。哦，然后或记得法，啊，这个得就是那个在聚舍第二品提到的那个不相应行，十四不相应行里面的其中一个啊。好，或是第四种，或记。夜习气朔熏内室相续，然后这里可能会怀疑说，哎，那这样应成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吗？夜习气朔熏，可是他们的讲法是有是实有的，因为他们的实有基本上应成就不同意的，所以他看起来很像应成，但是因为他们主张是实有，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理解可以解释哈。业的习气啊，就是你造业之后，你那个业已经过去了嘛？就像我们刚刚讲，杀业是七点，到了七点可能一分的时候，业就看不到了嘛。它这转为习气，那习气要跟它熏的内室相续嘛？只是说这个内室相续是不是应成的讲法？它是自性成立的内室相续。然后若如中观业自性不生，故意。无自性灭，不是以自性，自性不生就无自性生啊，所以呢也不会以自性的方式灭，不以自性生，所以呢不以自性灭，所以它的相续呢是不长不断的下去。那它感果也是透过业习气感果吗？它一样是带下去，只是说它的内心相续是无自性的相续，它这个才解释得通啊，对。因为这四个讲法都是主张有自信的，都下不中的讲法。然后从不灭生果，应该说从无自，不以自信灭生果了，这样会比较清楚哈。不加个以哈，不以自信灭生果，不以自信灭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不共主张的一个无自信灭，它是事物，它是有为法，它是无常法。所以它生果非不可有，就是说是合理的，是可以有的啊，非不可有就是是可以有的。换句话讲呢，是可以有的。哦，因为不以自性灭呢，啊，这个应成来讲是有为法，是无常法。好，这个其实跟科学的讲法很一致啦。我们说那个物质不灭嘛，科学当然不会讲心，
他会讲物质不灭。比如说，学化学的就知道，比如说，当你把那个不同的东西，哦，就是产生那个化学变化，产生另一个东西，你从元素来看，没有任何改变，形态改变而已，外形改变，什么性质可能都改变了，但是它的元素还是一样，就是那些元素在重新排列组合而已。化学来讲，就是跟这个讲法是一致的，只是说现在讲到锌的时候，科学没办法去测锌嘛，但那个原理其实一样，应该是一样的，哦，就是说，只是说这个锌的太抽象了哈，对我们来讲太抽象，因为看不到。对，不以自信生。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嘛？因为业不是自性生，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有嘛，对。所以也就无灭的话，要怎么样白话？哦，因为因缘不具足，所以它灭了嘛。但是不是说不依赖因缘哦？所以因为因缘应该这样不讲，具足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。比如说好了。我们说，种生芽，对不对？当种子它里面有面那个芽一冒出来，我们就说这已经是芽了，不是种子。可是那种子的外观还在，你懂我意思？可是我们就说它灭了，它只是形态改变而已，我们就说它灭了。但它是不是真的消，完全消失？说芽一生出来，种子完全消失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实际上不是这样啊。应该，其实都是刹那生灭，应该是都是刹那生灭。嘿，比如说，好，你当这个芽长成，比如说发芽长成一朵花的时候，我们说花枯的时候，你就说花不见了嘛，对。可是那个枯掉的东西还在啊。对，我不会说它是花，可是那些元素还在啊，只是外观看起来不是花了，了解吗？那不，那个元素没有消失啊，它是换。比如说，元素变成肥料了。我还有在这里，我有个观念有点混淆，就是业跟习气之间是否有差别？因为我们常会说，这个人是比较贪吃的，我们通常会说，可能他过去是怎样，或他很会煮菜的，好，怎么样？我们会说，这个是他过去是可能熏习而来的一些习气，就他的倾向是什么？我们会说是这个熏习而来的习气。导致他比较会读书或比较会怎样？那因为在这里，如果夜习气就是一个概念，有没应该不是概念，应该不是概念而已啊，就当然是不是那概个念。他做过的事情的那因为我们个讲一般讲概念的话，是你分别心去想的嘛，对他是一个你做过的事情。不对？对，他应该说他是一个事实啊，不是概念。他这个是，然后用习气来表现，来说明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点混淆说。习气通常是造成我们，当然，除非他是就是个屠夫，有没有？可能这辈子会有那个。我是觉得习气应该不是只有业啦，比如说我们讲恶我执的习气嘛，它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习气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厘清。善写密书有提种子习气跟什么的差别，但是那个对那个还要再看一下。一般我们讲种子的时候，简单来讲是这样，我们讲种子的时候是它一定有习气，可是你有习气不一定有种子。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所以阿罗汉才能够的。对，阿罗汉可以断种子，但他仍有习气啊。对，比如说，当我们讲我执的种子的时候，表示你烦恼障还在。可是当你讲烦恼的我执的习气的时候，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就是种子也在，种子还是在的；要么就是说你烦恼种子已经断了，就像阿罗汉。第一种情况就是说。种子在，习气也在，这个就像我们，两个都没断啊。那要么就是种子断，习气也断，佛。就简单的讲是这样，所以你只要有种子，你就会产生烦恼。可是你有习气的，哦，不一定哦，因为如果说你的种子已经断了，有习气的不会生烦恼，但是你有那些余习在，它不会生烦恼哦。
就像阿罗汉，比如说他嘴巴可能讲的会讲一些，比如说不好听的话，可他并完全没有烦恼，他是他的语气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在这里为什么要用习气，而是说他为什么不用种子？就是说，因为比较像是我造了一个恶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像一个种子，如果因缘具足，它就发芽，就会感果。这个我不，这个我就可能要想一下，嘿，这个我不晓得。但是一般都用业的习气来讲嘛。业习嘛，一般会用业习，但是你用种子来讲，也不是说不通。为什么？一般，比如说我们如果在讲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比如说业感果，他常会举的例子就是说，这个业呢就像种一样，他也会这样讲。然后这时候的烦恼呢，是我们说业是清感果的一个进取因嘛，我说它是进取因，烦恼是具作缘。真正感果是主要是他，不是他哦。但他如果有他来滋润他的话，他就会感果嘛。好，那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，就是说，你忏悔罪业，这是治标的方式嘛。真正治本在这里，哦，这里断他是治本，断他或者忏悔清净他是治标而已。哦，所以那治本，断他怎么断呢？空性慧嘛。啊，治标这个是用忏悔。哦，一般如果照广论的话，就四谛忏悔啊。啊，那这个是要空心会。那你空心会断的话，一定要先断种子嘛，才有可能再断习气。你只能一开始先断种子，但这个才是治本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目前两个人比较容易做的是这个，两个都要做。这个是长远来讲，你要持续的做，可是。暂时来讲，这个也要做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减少很多障碍，比如说一些困难，或者说生命的危缘，都有可能啊、哦。那透过四谛忏悔把这个危缘去掉，然后持续不断的修啊、去修空性慧，理解空性慧，最终是要靠这个。那这个没有的时候，啊、哦，这个广论有引那个四量论，这个没有，即使你业再多，恶业再多呢，它也不会感果。从这里就断了，从这里。可是如果说你只是拼命造这个，这个没有处理，净化了旧业、新业、烦恼债，再又有新业出来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讲，它也是种，所以还有很多要厘清的啦。但是习惯我们说业习业习哈，但是习惯这里也是可以从种子来讲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哦。故诸业不坏，业果关系即为应理。好，那这里有兴趣的话，同学可以去看那个圣喜的注疏哈，他有特别去解释那个不思法如同在劝哈。这个应该是在399页哈，有提，我有提，但是因为时间哈，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再去看。399，我们大概看一下哈，大概在什么地方哈？399的最后一行开始，观世音菩萨被云堂趣弥沙瓦哈，从这里开始看，有兴趣的话，399的最后一行，好，不施法如债券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跟人家借钱啊，比如说借100万，
只要我没还那张债券就有效，有点这样的意思啦。啊，只要他的业没有干果，那个业干果的功能就是一直存在了，有点这样的意思哈。就简单来讲是这样。啊，那这里就是圣喜在去解释哈。好，这个当然都是为了要解释说，以灭业它怎么生果的功能而去讲出这些啊，什么阿赖耶等等这些法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如中论云哈，这个是中论，这个是第几呢？我看一下哦，一样。刚刚的第十七品观业品的第二十一记，二十一，哦，这已经有写中论哈，就是观业品。哎，不错，二十一，错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？诸业本不生，哈。本不生就是刚讲的，就是不以自性生呐、啊，啊，以无定性故，就是以无自性故，啊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两句合起来就是业呢，不是以自性的方式生啊，诸业亦不是以其不生故，就这两句合起来就是也不是以自性的方式灭啊，这样，简单讲是这样，其实中文其实也不是太清楚，我们看一下藏文，没你给我没。这句好像差不多哈，两个都不是很好解，但是他藏文很清楚，他有个让心，就是让心这个字眼。他说一样扛七了，铁七了哈，他有两组扛七了铁七了。扛七了铁七了，扛七了铁七了。好，业不业没有生，或者业不生哈，因为业不生，因此这个就有点，这个铁切的放的位置有点怪，看一下，铁尼马给吧，铁切丘沙米丘罗，所以不明。这里这两句要可能要读在一起，说业它不是以自性的方式生，那因为不它不以自性的方式生呢，所以不会失坏，就是不会以自性的方式灭了。看起来两个译本都不是很清楚哈，因为它这里可能这里要这样读哈，就是这两个要读在一起哈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就是业。不以自信生，然后铁尼马戒法呢，就是等于这个啊，也因为它不以自信生，所以呢将不会失坏啊。这就傻就是失坏，就傻就到傻有，因为它是这个拉是配合九的哈，所以失坏是就傻而已。那就傻的话，就是一样可能要加一个不以自信的方式使坏。动词，应该是就傻瓦了哈，但是照理应该要加一个瓦。可是这里其实会有点怪哈，但是理解应该是这样理解，就是业它不是以自信的方式生啊，因为它这里没要用了两次啦，所以在解的时候很难解。哦，如果这里只是读说业不生，然后如此无自信，就有点难解哈。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有点怪，汉译也不是很清楚。
但是从这个脉络来看，应该是说就是不以自信生啊，所以不会以自信的方式失坏，不会以自信灭这样。哦，那这个可能，其实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那个月称的明聚论啊，明聚论他会去解这个哦，看他怎么解。哦，那这个因为我没有特别再去查哈，但是这里的理解应该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回到刚刚讲的，不以自信生，所以不以自信灭。然后再回过头来，好，那这个金云呢？我看一下这个金是什么金？嗯，这里我没有特别查这段，这个金是从哪里引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可能要看一下那个，瓜生金龙针，我们上次那个日文哈，因为我这里没有特别记，它是出自于哪里。好，但是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，他说：“人寿两百年，哈，说活而许时。”好，我们在一期生命里面，我们讲说，人的寿命大概就是百年嘛，好，然后或者百年以内，哈，就是说这个某某人。活七十，有人活八十等等。可是呢，年无可及，年是没办法累积的，对。哦，这里如果你看中文，乍看好像可以理解，可是你仔细看呢，会觉得很多地方其实不清。此行亦如是，这个此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此行在藏文它是诸法，诸法谛。一般我们说主法是修行、啊、可是这里不是修行的意思哦。这里应该说此行是此所成者，此所成者，什么东西所成的？其实，在圣喜的解释里面，它就是指我们的五取运、啊、五运生。所以这个所成应该是指说，业烦恼所成者，业及烦恼。哦，等于过去的这个业烦恼所造就的这个五取运生，也是一样。他其实这里要讲的一个概念，就我们讲那个，从。这个也不是从圣意的角度哦，就是有点从那个，比如说物质不灭的角度来讲，它只是形态转变，但那个东西其实元素都没有改变，元素一直在。我们讲一般讲不增不减嘛，元素一直在，但是它只是，比如说水有三项的变化，它只是固态变液态或者变气态这样的改变而已。它其实东西那个元素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有点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有时候。我或说无尽，这个我是指佛。有时候会讲说无尽，有时候说有尽。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，无尽。啊，都是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。有时候讲有尽，有时候讲无尽。好，然后。从圣依地的角度说无尽，无尽是从圣依的角度来讲，名言的角度是说有尽。比如说我们如果从那个这一期生命来讲，比如说某某人他只活到80岁，但是你从那个时间拉长的来讲，他根本就一直活着啊，只是转换形态而已，有点这样的意思的哈。有尽是指。短暂的这个一期生命来讲，无尽是整个，比如相续来讲，
所以这里一空是指从圣依的角度来讲无尽，但是从明眼角度来讲有尽，但是不管怎样都是无自性，空也是，圣依也是无自性，明眼也是无自性，只是说从明眼的角度来讲它是比较短暂的这种讲法。对，所以我说这里哈的解释就是，他也不能说从无自性，怎么讲？他的无尽会不会是指就是，因为圣依来讲就是，可是这样，我这个在解释上有点难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我知道你讲无尽有尽还是世俗的角度来讲，对对。我是觉得这里有点难解释的。他如果照他字面这样理解的话，比较像是我们讲的，就是说刚刚讲的，就是说，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，比如说固态、液态的变化，但它本质就元素的组合都是一样的，成分是一样的，类似这样。但是它这样的讲法还是都是世俗层面的讲法，我觉得还是世俗层面讲法。只是说他用一空一迷言的话，就会觉得是不是无尽是从圣依的角度来讲？可是圣依角度你应该不可说啊，圣依角度是不可说，无尽也不能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我也觉得不晓得怎么讲会比较合理。然后此行这个地方哈，你们看一下那个，这个我再想想看哈，看怎么解释会比较好。或者你们可以想一下，这个在圣喜有提到此行哈。我等一下会说明这个刚刚那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，就 难以解释的地方，就是等一下再说明。我们先把行的话是在403第几行？第六行呢？我有框起来，第六行，对，没错。主巴第一行，这个主巴就是蓬波南巴爱称一间啊，迷以蓬波。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，人的运啊，就五种运的特，具有五种运的特质的这个人的运啊，这样。没关系，我这里我稍微刚讲一下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这里会难解释的原因，因为如果他讲一空的话，空就是指圣依的角度。名言是从世俗嘛，我们一般讲名言是世俗。照理你讲有尽无尽，应该都是在世俗里面讲啊。可是你一圣依的时候，这个无尽有尽都不能讲啊。所以他一空说无尽这句话，我有点没办法理解，没办法解释了。因为圣依中是无尽有尽都不能说嘛，因为一般我们说圣依中就是没有世俗的显现啊，没有能所啊。没有这些言说等等，那你要讲有尽无尽，一定是要从世俗的角度来讲，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没办法，比较难解哈。这个我们看怎么解。Thank you.